我主要是想放在人流比較多啲嘅，但我見到咧門口嗰啲位咧，全部都已經係 mark 實曬喺度啦。係啊，正門嗰度仲有冇啊？正門嘅話，我哋一般唔擺，所以我就幫你去睇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哋睇下。就这里啊，你们觉得放这里可以吗？那我们第二个点的选择就是假日广场，因为这里就会比较精致一点，但人流肯定是没有刚才的大。看一下商场方提供给我选择的一个位置，就只有一个位置，可能是这个位置吧，可能是这个位置吧。好吧，知道了。OK， 那看完上述的几个选址之后，我肯定选第一个了。虽然第一个贵一点，那里要3000块钱一个月，毕竟那里的人流啊，在我们自己小城市来说呢是比较多的，而且年轻人呢也挺多，珠三角都很欢迎你来。那其他地方的话，等我做强做大好，我就开遍全国。说笑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在进行的每月的这个读闷闷不如就闷闷的闷包分享了，还有闲置纵横的球鞋分享的计划呢，也需要大家先关注我的，记得先关注我了哈。如果你没有看上一期的话呢，这一期我要再提醒一次啊，就是通过这个项目，如果能赚到钱，我们就会把这些所有的钱投向慈善用途，所以我会把所有的支出跟收入全部都列出来，然后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会赚多少钱呢？希望能赚钱不赔。哎，那这些鞋子从哪里来呢？我也是得到了我的好朋友和源 M 球鞋店，而力哥啊，还有阿浩他的帮助，我们就选了最便宜应该是400多块钱，最贵的市场价值应该是6700多，15双球鞋来放到里面去，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来玩，做个开箱吧，看看我都会放什么进去。首先第一箱，要不要唱好运来？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来呀，带来喜和爱。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迎着娃娃机，声音发达同四海。好，如果看到哪一双你觉得 OK 的，麻烦把良心两个字留在公屏上面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也是斟酌了很久才得出这一些的球鞋名单，我不想让大家觉得，哎呀，嘉哥就放这些一般般的东西来糊弄我们。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机器的时候，来玩的时候会觉得说教练还牛逼。第一双吧，AJ 14兵马俑，这一双我前段时间有送过一双出去，350张成，都是2000块左右的鞋子了。哇哦，700 V3 黑瞳，科比6黑红全明星，有没有人有买过这一双？欧文蓝白红灾啊。 AJ 7加强小麦配色，这一双刚刚在鞋市中横才收过平替的 Nike Dunk Low 黑白熊猫，37.5码，就黄金女码哈，可不可？良心了吧。 OK， 那我看第二项了。好， AJ Emit 液态金，大几百的鞋子，但它只配在最下层这里了。 Oh my god， 看看这里印章大师的盖章。 AJ 3藤原浩，这一双其实我也蛮想要的，因为真的好好看，尤其长脚的女生穿就更好看了。又是一双 Club 凝结集团啊，这个盒子我知道是什么了，因为我也有一个起雾臭脚神鞋。死亡之吻44码，价格现在其实有一点回升了，1679左右，这个码数现在在市价。所有的码数这边的报价呢是以我们拍摄节目当天为准哈，所以可能你们看到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出入了。是这一双，你们如果有人抽中，你要感谢我，因为其实这一双呢之前并没有在我们的预算当中，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有一双比较排面的鞋子，既然要玩就良心的玩。 Off White AJ 4，哇，市场价格6769，目前我自己都没有哦。电竞英雄联盟的这个 Air Force One， 这一双我应该之前有送过出去。你们是喜欢电竞还是喜欢鞋子？其实跟和源 M 的这一个合作的方式呢，有点像他在我这里寄卖。寄卖意思就是这一些我现在还是没有结款的，但是呢，如果有人抽中之后呢，联系我，我就会把另一只鞋子送给他，然后再向 M 结款，就那么简单。所以上一期节目有的朋友说抽中又怎么样？抽中只有一只鞋子，拜托，怎么可能只给一只鞋子给你呢？我留着另一只干嘛呢？对不对？熊猫皮蓬，这个也是长腿女神最爱，只要你不怕脚臭的话，它还是香的。贝壳头 YYDS， 非常经典的黑杠纯白贝壳头，价格是459，也是我们这一次鞋子当中最便宜的一双。OK， 红白小芝加哥 Meet， 市场价格是1189。那以上就是所有这15双的鞋子了，哪一双你觉得最 OK 的呢？那当然，朋友们应该都很疑惑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会把这个机会率怎么设置呢？放心啦，我肯定不会像在节目里面说过那样子
子他们初始的设置是9000多次才一次反响率，我会让大家反响率高一点，但具体多少呢？因为我想过哈，以免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利用啊，我还是不说出来。但是我能承诺的就是我会非常良心的来对待这个反响率的问题。那同时价格方面也是非常的良心，试驾我了解过很多地方都20块钱一次，有的地方是30块钱，那我们是10块钱一次，30块钱4次，50块钱7次。还是那句话，给我点个赞，来个3连吧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等一下师傅过来，把这台机器放到那边去干活喽。推，卡住了。啊，凌晨深夜行动。没有上。啊，这个慢慢来，它这个地毯有点麻烦的。好，就在这里可以了，麻烦你了，师傅。哎呀，辛苦你了，就这个位置了。我把我的财宝都放在了这里，想要的话就来家吧。